从龙纹身开始吧。好好，两边的选秀选手准备好了吗？那先等台湾，我们先台湾开始，我们先让初初准备好。OK， 那先开始就是台湾这边挑战这个龙纹，对，开始了吗？开始了，可以开始了，okay. 随时开始。其实龙纹在这个队伍呢，有可以有时候有些人会喜欢可以用一些就排版的技能，哦、跟在你平常在那个好，我们第一次的分数接近有三万分哦，对，是29600。啥？好，来到第二次的挑战机会。第二次盘，这个有分时间，有分顺序。放这个，有勾分那个整个盘局。哎、欸，这个手速真的很快耶。对。欸、但是啊，刚刚卡了一下。哇，这没关系，没关系。超快的。好，分数已经超过了第一次哦。哦，36,000多，三十。好像是吧？然后这个龙纹、龙纹加什么？我的萝卜嘞。好。接下来就由我们香港这边的 MK 纸开始打咯。好了，直接进入观赏。加油哦，香港的选手们。现在啊、跟大家汇报一下这个战况啊，因为台湾方面就胜出了前两场的这个金书赛，所以就是现在是一个2-0的一个局面哦。嗯。小心牌。还有其实那个香港这方面开了一个牌桌。对，其实因为龙纹的话一开始最好就是可以刷一下空红，就是三颗三颗的刷一下空红，来咯，到那个强化柱就可以消息效果，你看到就在下面可以叠一下。对，不是，你知道他有规则，如果你没有点龙颗他就直接当做放弃，是这样是吧？所以如果你很快的香港这边但是也是要分数，分数话术，哎，差一点点哦，37,000多，好夸！哎，记得台湾那边好像是3万4,000龙纹，一万的龙纹，36,000多啊，三万，所以现在是有机会看，可以再闯进他，告诉人闯进他。其实两边的分数也是很接近的，嗯，可以见到就是 NK 纸玩客就是有。没有，并没有，好吗？不要撒谎好吗？不要谦虚。没有，没有，没有，并没有。很厉害的，并没有。基本上用了两次的牌的时间，也可以排到一个比较好的版面。嗯，怎么做一些荧幕上互动，剪刀石头布。这个也是比赛的一个战略了。看到就是在那个空补数就很快的。其实那简单关卡，简单关卡是我只有后三关。这边其实也要上强化珠，7,800，好，没有38,000哦，38,000，玩游戏都转头，厉害厉害，对，23,000，然后就那个发动嘛。好，那我们现在到第二。对，也是要香港这边挑战的。啊，香港先攻吧。就是第二款是龙虎。对，好，香港选手要准备喽。断头后面。我封干的，我封。那现在讲一下，就是第一个龙科的分数吧。不是，但可是我说龙虎要排是，也不是排接地，我是排是这样子。在香港。香港这边是38,000，而且都说是故意，8,696分，那台湾是36,530，所以是差了大概是1,000多，没有，甚至是很，那我说很有机会会最强，嗯，不会啊，不过呢，我们并不是只是看一种龙科的分数，我们是把三种。龙科分数最高的那一次，
加起来一个总和，三万零就来来对比较高分就赢哦。对，但是这边看到抽中了，他看到是 NK 值下一下啦，第一次是18000多的，但是对于他们来讲，要等一下我生理问，不可以啊，这个是失手啦，对啊，失手啦，大师。所以也是要看一下他们在龙湖的时候怎么样排满来，就是。第一次都被那个庆祝一下，这边也是三颗、三颗、四颗这样。不是从一开始知道点哪里，就是不是直接分。好 ，OK。他看起来在点吗？玩这个龙客的时候会放下手机，用两只手一次玩，就是感觉会比较坏。哦哦，这个要认真的玩啊，要追过来吗？三万多一点，35,565。嗯，我退出了嘛，好了好了，那台湾准备好了吗？好了，好了，可以进入。那就由我们的初初继续去打喽。嗯，你冇玩过吗？冇冇，系咩？我唔紧要啦，有佢。我偏有人搞，我该买一个来。哎、欸，台湾这边是完全不排租，直接来哦，直接又摇又摇。这是对自己的一个实力的有信心。我记得初初玩这个龙科是，他玩那一个龙科队都很厉害，其实很厉害。啊，看到那边那个，哇哇，已经四万多了，四万多喽。44,064，好厉害哦！再看到他，好，还有第二次的机会，我去买的吗？不过香港这方面也不用灰心哦，因为我们还有最后一场比赛，就是用龙院的。嗯，他们已经打不打了？OK。对。哎，这边刚刚卡住没有关注三万一，哎，不过。不打紧了，就是对刚刚一次很厉害，对，看到四万多，我们把那爆发全开。对，那我们下一场，那就换另一款，就是最后一款的龙院，对，也是的。台湾方便就首先去玩我们这个龙院。嗯，我大概准备好了吗，叔叔？刚不就在玩。十分钟，好来哦！有冇开神枪？好似冇，唔知。那没有说不能关这个对吧？这个，我们都记得就是，对，就是，左边那个要开那个正常的，不要太顺，然后看起来就。嗯、好咯，我们来切水果咯。哦我在这边看高手是怎么玩的龙院，高手是不用看的，好吗？凭感觉来。哦，25,750。就是刚刚断的 combo， 只是也就是这个不是完全实力的，我觉得。嗯，我不知道完全。就是这个龙团的熟的时候，你看颜色，你就知道是哪一个方向。对。打龙团。哦，好可惜，卡了一下，太累了，强大哥。哎，不过也比上一次快很多哦。来吧，来吧，三万多，30,250。刚切的比较高，30,250哦，就看看香港这边能不能超越，已经很快进关卡了，完了。就给你越南了，好让你三万分都前面超强，有赚了这正常吗？哎，如果香港这边想要赢的话，这一次的分数要非常高才行哦。嗯，你确定？哎，黑的，我先教一下越南的剧本。哇，屌打，看你在干嘛？看人家的分数，你怎么可以这样？哇，这7万多，越南就给你四万多。73,750哦，切这玩龙来了，不要，好厉害啊！不要谦虚好吗？垃圾仔只四万龙虾，玩一只越南死亡轮回。
刚刚有五个分头，啊，开一下，刚刚是有机会的，刚刚有，算了，这个分数比较高，那个加成是，风头不要来太多，对对，太多都会很慢的。好，我们现在来看一下这个总分哦，加油，你可以，可以看一下，就是台湾总分，就是三个项目最高的一次加起来是11万。我猜8440分，我猜是香港这边呢143011分，所以就是说是我们香港这边胜出了这个回合喽。我们恭喜香港这边终于扳回一城，终于有一分了好吗？扳回一城。好，那么我们现在的分数是2-1，所以还有的打哦。